维持健康关键物质富酶一 NAD 水平会随年纪增长而减少。艾木因 NMN 是基因港自主研发的 NAD 补充剂，每日适量补充 NMN， 有效提升体内的 NAD 水平，帮助维持身体机能健康。艾木因 NMN 经口服后10分钟内可进入血液，30分钟后在体内转化成 NAD， 直接提供给细胞使用。有害物质 ROS 会损害身体所有细胞，尤其令脑细胞变得疲弱。 NAD 活化长寿蛋白 SIRT1 及 SIRT2 犹如派出士兵，保护脑细胞及抵抗 ROS 伤害，令脑细胞回复活跃，帮助减慢认知能力退化，并有效改善睡眠质量，令思路更清晰。心脏健康有赖心肌细胞的 NAD 水平平衡，增加 NAD 水平可减低细胞中蛋白过度乳酸化，为心脏形成防护罩，以抵抗侵害，保护心脏。研究指出 NMN 可以减慢血管老化，提升心血管功能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不单止肌肉活动能力下降，更加会引致皮肤组织因为失去支持而松弛。透过 NMN 来提升肌肉细胞的 NAD 水平，促进长寿蛋白 SIRT1 活动，重建肌肉组织及功能，提升活动能力，更加可以令皮肤重拾紧致及弹性。日常生活上经常受到辐射、污染、紫外线及自由基的侵害，加上都市人的不良生活习惯，都会令细胞 DNA 受损，引发各种的疾病。补充 NMN 可以提升细胞的 NAD 水平，令到 PARP1 蛋白的 DNA 修复能力回复至年轻的水平，帮助延缓衰老。粒线体是细胞里面的能量工厂，当步入衰老期，细胞核 NAD 水平下降，会失去与粒线体之间的运作反应。补充 NMN 能够提高细胞里面 NAD 水平，促进粒线体制造 ATP，为人体四万亿细胞补充能量，令人由外到内都充满活力。NMN 为太空人抵御辐射、修复 DNA 损伤及保护肌肉功能的研究结果，更获得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认可，并颁发奖项及奖金支持研究。艾木因 NMN 是基因港优质产品，于香港研发及制造。将顶尖科研成果转化为人人皆可享用的产品，健康的长寿从此触手可及。